咋了呀？艾草棒糖小第二名哎。你咋了？你说，你告诉我。世界上这么多加油，是我那么少加油。我们都帮你加油的呀。我刚刚喊的多大声啊！你都没听到，我都伤心死了。你都不搭理我。是，因为就像我们跑步的时候，在跑的过程中，我们是耳朵听不到其他人的欢呼声的，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因为集中自己的注意力的，其实很多人在为你加油的。你知道，加油的声音是要靠自己赢来的吗？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，刚出道之前也没有人帮我加油，我出道之后就有人帮我加油了，对吗？其实加油这个东西是这样子，我比较希望的是加油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安慰，我希望小巨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、自己的成长、自己的进步来去赢得属于自己的掌声、自己的加油，这个是最好的。子欣，你知道自己其实也很好。